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常常会想要去帮助他人的一个人，可是实际上自己没有那么的有能力，然后有时候反而更需要别人来帮助，就是我很希望成为他人的心中的道光，然后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人才是我心中的一道光，对，然后像是我觉得我玩音乐很就是很多人支持，然后也很多人帮助，就是我遇到超多的贵人，对，然后谢谢大家的帮助，然后我也会努力的去帮助他人，尽我所能，对，然后今年捡了两只猫咪，对，我放了两只猫咪，对，然后其实都是妈妈在养，对，气管发炎就是有那个痰卡在里面，我刚才唱歌唱到觉得快被就是快被痰液淹没了，对，听起来有点恶心，对不对？刚是武汉肺炎。刚刚一听到我要讲话，就有人先笑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反应。好，我准备来登场了。他在调音，嗯。哦，对，我们最近啊在录那个《海风雨浪》，对，那首歌是蛮受好评。对，像刚才大家听完也喜欢，只是刚才有点，对，小吐槽，不是小吐槽，对，我也会叫，没事。好，对，我们最近在录，然后还要一段时间，因为帮我们录音的朋友去当兵了，对。对，我们要就是他要休假时间才能帮我们把它完成，对，大家敬请期待。好，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，它这首歌是我自己就是写歌旅程里面第一首喜欢的歌，然后那首歌叫《孤行》，对，就是我们有时候人就是经历很多事情之后，或者是做某件事情越走越就是。越爬越高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很孤单，对，但不要怕那个孤单，因为很快你就会遇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。好，这首歌叫《孤行》，其实他们都不是很正面的歌，可是我都把他们翻译的好正面，对，大家可以把那个负面情绪变正面，对，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间的最后一首歌，恭喜。今天的表演者，然后所有的观众往前拍大合照。对，我们拍照。